我一直都没有办法忘记1998年的7月份，我坐在我家里头的厨房，跟我的外婆，那时候外婆大概已经77岁左右，她在学画她的书法。那我就问我外婆一个问题，我说：“哎，你当长老当了几十年，当了这么多年的长老，哪一个人的讲道你印象最深？”那我外婆她说她想到的是她18岁的时候，她听过有一个布道家叫做宋尚杰，他到了台湾的中部台中这个城市布道。当我听到宋尚杰这三个字的时候，我完全震撼，因为这个人物对我来说是一个中国教会奋兴史故事的人物。他1901年出生的，那整个中国大陆的1930年左右的大奋兴跟他有非常大的关系。而且我印象是他在东南亚宣教，怎么会跑到台中，台湾的台中？然后那时候我的外婆18岁，我心里想，哇，这故事怎么会兜得起来？但自从他告诉我那一件事情，我回坐着飞机回到新加坡读书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天哪，原来宋尚杰出现在我的外婆的生命里面。原来我的外婆在她70几岁的时候，印象深刻的是几十年前18岁曾经听过的一篇道。历史对我来说不再那么遥远，历史对我来说不再那么模糊，因为它有故事，它跟人有关系，跟我外婆的生命有关系。我的外婆曾经因为她的讲道，生命被更新跟改变。其实每一首音乐，每一个歌曲，看起来它有一点距离，有一点遥远，但如果知道故事，你会发现原来它曾经在那一代感动了非常多的人。怎么样进入一个古老的诗歌，可能我们得先知道那首古老的诗歌像是今天每一首我们都会或曾经感动过的现代诗歌一样，他都曾经让很多人感动。那先知道他是有故事，再知道他是有温度的，接下来我们才有可能稍微克服语法的不同。因为有时候传统的诗歌那个文字的表达方式比较优雅一点，以前的人讲爱不会说神我爱你，他可能透过自然，透过内在的生命的自我解释，他没有那么直接就这样出来。但是那种迂回也好，或者是转折也好，它似乎开阔了很多的层次，但那些事情需要一些时间，那些事情也需要愿意听故事的心。所以进入传统诗歌，其实它好像进入时空隧道，听一些人的故事，然后进入他们的生命里头。所以一首传统诗歌，它可以是一个时代的故事；一首传统诗歌，它可能串起了非常多久远的人物，他们生命曾经走过的安慰。很希望现代诗歌习惯浸淫在现代诗歌里头的人，我们也透过传统诗歌开阔我们信仰的层次，真的知道有一天我们的孩子辈在唱我们的歌的时候，他可能觉得我们的歌叫传统诗歌，我们会觉得很不服气，谁说他传统，他很新。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每一个传统他都非常潮过，每一个传统他都非常新过，只是我们忘记了他在那一代一如这些新的诗歌在我们的时代一样感动了我们的心。深愿我们能够欣赏传统诗歌的美，我们才能够知道原来新的诗歌，每一个新的诗歌终究有一天它也要成为传统，而传统它也真实的新过。Thank you.
几个月前，我的小姨子跟她先生到澳洲 Perth 牧会，临行前送了我们家两台小提琴，一台小小提琴，一台小提琴。我把它放在书房，每次跟太太走进那个书房，看到那两只小提琴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有一番讨论，到底让我们家这个两岁多的小朋友以后要学小提琴，还是学钢琴？还是呢，我认识一个金手指 Jeff 叔叔，很会弹吉他，还是要学吉他？哇，讨论的非常的热烈。或者是我们要让他学一些别人不会的，男生来学竖琴也不错。啊，讨论了很久，我们发现，想一想，如果我的孩子到青少年阶段，被我们这样子，礼拜一学钢琴，礼拜二学竖琴，礼拜三学小提琴，礼拜四学大提琴，这样操下去，他会变成什么结果？我想他可能会反抗。跟太太讨论，我们发现其实学什么不是那么那么的关键，关键是我们好希望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但是我们越仔细想，我们就越发现，当这个孩子到二十岁的时候，算一算我六十几，三十岁的时候七十几，天哪，我还能够看到我的儿子结婚吗？越谈有时候就越焦虑，越思想有时候就越觉得，主啊怎么办，我可以看到那一天吗？我们都好希望给我们所亲爱的人、家人、朋友最好最好的照顾，最好的祝福。但如果我们诚实，我们知道这一些努力的背后很可能是冲突的来源，这一些好意的背后有可能带来许多意想不料不到的难过跟张力。也知道有好多的朋友在我们这个世代非常的辛苦，非常的努力，要好的房子，要好的车子，要好的钻戒，让孩子读好的学校，那么多的努力是要尽做爸爸做妈妈做父母亲的责任。可是你知道吗，我们的努力常常换来许多的焦虑，你听见人心中说不出来的叹息吗？人们都需要主，每一个人哪怕是基督徒，我们都需要，我们都需要基督将极深的应许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真的知道，只有他能够保证前行的路有恩典。但你不要忘了，那个恩典仍然会有挑战的。我很喜欢大卫在诗篇里头有一句话，他这样说：他说，主啊，我感谢你，你使我在饥荒中仍然得以存活。弟兄姐妹，听好，是在饥荒中
仍然得以存活。不是你让我在一帆风顺当中，你使我在皇宫里面享一切的宴乐，不是在饥荒中我仍然得以存活。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这位我们盼望的主，当我们转眼定睛在他的身上，我们得到了一切真实的凭据。他有平安，他有应许，巴不得所有的人能够跟我们一样，常常转眼定睛在基督的身上。只有他能够确保我们生命里头一切的焦虑都交付于他。他的话告诉我们，你们当中若人有重担，就应该要寻求他，卸下一切的重担。他要将他的祝福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深愿我们都转眼仰望耶稣。
Thank you.
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些基督徒离开教会，理由差不多很相近。有人说为什么这个牧师会那样，有人说那个长老为什么会那样，也有人说这个敬拜团怎么这样，有人说教会的灯光怎么那样。通常遇到这些弟兄姐妹的症状，我知道理由应该只有一个，就是他们没有好好的读圣经。如果读了圣经，你就会发现其实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你为何拣选我？为什么在历世历代会成为许多基督徒非常喜爱的诗歌？也把这首诗歌对应到创世纪，一路拉到启示录，你发现天哪，这首诗歌是主题曲，是所有的人共同从生命里面唯一配唱的歌，就是你为什么拣选我。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两次不认他的太太，说那是我妹妹。圣经里头还有很多让我们眼镜掉下来的故事，创世纪38章犹大的故事就绝对能够上数字周刊的头条。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世代有许多大惊小怪，是真不明白神的爱有何等的长阔高深。当我们说为什么你拣选我，我们仔细想想上帝拣选的恩，那个背后要带来什么样的工作呢？他为什么拣选我们，岂不是使我们重新与他恢复和好的关系吗？有一段经文我们很熟悉，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布道会的时候我们常常用，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可是很多的基督徒就停在这里，我们就以为差不多了。但弟兄姐妹，这段经文更精彩的要继续发展下去。如果没有18节19节，很难解释前面的17节，因为经文说一切都是出于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然后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权柄赐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这意味着我们人人都得是 peacemaker， 都得是那个使人和睦的人。这是基督的工作，因为他生命所付出的十字架，让我们不再被罪捆绑，跟上帝恢复和好的关系，我们也可以跟自己恢复和好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享受在爱里的，在真理里头的自由。基督拣选我们，上帝借着基督拣选我们，是使我们与他和好。这个和好带来极深的释放，这个和好让我们知道马太福音5章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要称为什么？神的儿女，要称为神的儿子。这是一个极大的应许。当我们使人和睦，我们就走在新的生命里头。这个新生命不是我自己与神的关系这样而已，不，这个新的生命要在一个团体里头被酝酿出来。我们发现新的生命极其的宝贵，我们不再被罪恶追赶，不再被那些羞辱追赶，不再被嘲笑追赶，进而我们也不嘲笑别人，我们也不用放大镜去看别人的羞辱，我们也不用显微镜去研究别人的羞耻。主怎么样让那个女人走吧，让众人放下石头。我相信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要做成这样的工作，在他的恩典上我们定睛，不在别人的罪上定睛，只有这样我们知道从基督而来那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正是这样，基督徒才常常从生命的深处跟上帝说，上帝，我真的宁愿有耶稣，因为是耶稣让那一个和好不用努力的服侍，然后让牧师更喜欢我一点，然后来恢复那些之前的 tension， 那个不用送太太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好让我跟他的关系能够和好。弟兄姐妹，是基督，在基督的里面才能够让我们真正在爱里头得以自由，得以和好。
深愿我们在接下来的诗歌里面，我们同心来敬拜，我们向着主说，我宁愿有耶稣，是这个耶稣，是这个信仰，让我们得以真正的自由，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宁愿有耶稣。财富无边，我离
告，主赞美你，今天晚上是个极荣耀的时刻。主啊，赞美你自己的名何等宝贵，何其荣耀。主，你是圣哉圣哉圣哉的主。主啊，你道成肉身，主你被圣灵称义。主啊，你复活，你被接在荣耀里。主啊，这是极其宝贵的时刻。主啊，今晚孩子特别向你献上感恩。主啊，因为你在历史历代圣徒中间所写下的诗歌，如今又活生生的在我们当中显现。主啊，你感动那些圣徒，他们所生命的经历，如今又仿佛回到了我们中间。主，谢谢你。主啊，因为你的信实存到万代。主啊，因为你的拯救就在这里。主啊，今天晚上我们要大大的向你献上荣耀。主啊，今天晚上我们要向你大大的献上我们的尊荣，因为我们知道你是神。主啊，知道你极其荣美。主啊，我们不只要用我们的诗歌来赞美你，主啊，还得向你祷告，让我们你的诗歌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主啊，我们不是只在这里聚会。主啊，当我们走出去，当我们离开的时候，人们看见我们就看见上帝的诗歌。主啊，人们看见我们就看到父的荣耀照在那里，好像你所教导我们的，我们的行为显在人的面前的时候，人们就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因此孩子有一个祷告在你面前向你祈求，你帮助我们，主要成为有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主要成为一个赞美的人。那个赞美不是从嘴出来，是从我们心，从我们灵，从圣灵的恩赐里面出来。主要以致走到哪里，人们都看见这是主救恩的新年。以致走到哪里，主要我们都充满喜乐。走到哪里，人们都知道在我们周围有天父的世界。谢谢主，谢谢主。主啊，今天晚上何其的宝贵，何其的荣耀，愿你自己降临在我们当中。主啊，愿你的名今晚得着高举。谢谢主，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起说 Amen。 我们将荣耀归我们神。